何家莲海记105×75公分，以台湾地景出发，将水彩创作中近与远的空间描写拉近与压缩，朝向平面化的空间思维发展，海洋的部分转化为龙形图腾，将二维绘画空间转趋平面，并错置虚实宾主的关系，借由龙图腾的文化底蕴强化东方文化的意识，在绘画形式上采满版构图，排除将视觉焦点集中渲染暗示的引导手法，表现出较为现代性的水彩创作经验。